10:53，我给他发微信的时候，他那心都跳到外面去了都。嗯，哎，我刚才要问你什么来着，我都给忘了，真的是。哦，萌萌姐，那个表啊，你是吃饭前拿到的还是吃饭后啊？别为难他，他属鱼的，真记不住。我想起来了，下午。下午。下雨哥下午才发水果，我吃桃子的时候还把手表弄脏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厉害！我就说嘛，那上午那个表就在姑姑那，心跳加速的是他，他就是喜欢我呀，他就是不愿意说，你知道吗？他害羞，毕竟看到我谁不会害羞呢，对吧？哎呀，没办法，有的时候这种魅力就是这样嘛，他无处安放的，你知道吗？小凡，不信啊，看，那截图，10:53，我给他发微信的时候，他那心都跳到外面去了都。嗯，算了，不跟你们说了。姑姑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有好感了。喝了吧你。哎，我有证据。今天上午我给你发微信的时候，那个 watch 它提醒我你心跳异常，急速上升啊。这个 watch 居然这么懂我的心啊？那他知不知道我现在心情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呀、啊。就是动物园关不住你了，开始小鹿乱撞，马上呢就扑通扑通扑通，就要跳到我怀里来喽。奇怪，你可以啊，你居然居心叵测想窥探我的隐私，你们国外长大的不都挺注重个人隐私的吗？不用，你是我的私人医生还是贴身保姆？没大没小，你们男人总是这么自信，觉得全天下的女人都对你们有好感。哎，你过来。嗯，看好了，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，我们公司的用户已经突破100万了，所以我才很开心啊。心跳上升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别动，站好了，不要跟着我。女人就是口是心非，这啥呀？走了。哎呦，哥，你吓我一跳啊！哎呀，啊！请我吃火锅，告诉你的秘密。走，行。哥，你又偷吃啊？我要的情报呢？我是来要饭的吗？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就没有这个东西。没有。啥东西啊？看清了吗？没看清。我现在已经买一赠一了，你不准备表示表示吗？这些够不够你吃？嗯，交货。一二，不是，你那个图片能不能稍微放大一点呀？上九。你真是太过分了，你给我看一下好不好？你真是气死我呀！气死我呀！气死我呀！你有点过分呀。对不起啊。行行行，飞哥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好哥哥啊！弟弟吃什么你吃什么，喝好吃好。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终于被我抢到了。那是你的手机。不是你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看手机。他是在给你回信息。赶紧手机截图。好。看哪儿哥？啊，时间。那说明他没有跟你在庆祝，他是在来盘毛豆。哎呦，好好玩！姑姑是在为我心跳的。哦，来